不认识，不认识啊！行，吴建范，我连你穿开裆裤的样子都见过，你敢说你不认识我？哎哎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别走！啊，我说今天出门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 原来老子两个最大的仇人居然不声不响地勾结在一起啊！你们啊，就是狼狈为奸，勾勾搭搭，沆瀣一气。看来现在认得的字儿过百了吧？你敢嘲笑我？你别动！哎哎，你别动！你别动！咱们接着。放开！放开！ 放开！我把杨内，就不把钱还我！我们都是老熟人了，当然是钱而人嘛。谁跟你老熟人啊？还给我！不还不还，看好了啊！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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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玉头陀是红麻头，青象、金翅、金银丝鹅。你看看你那什么呀，啥啥没有，还玉头陀，十克两百。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东京城里谁都知道他是最好被骗的那个冤大头。就你这还值五贯钱，五十钱都不值。你骗我！哎哎哎！咱们不跟他闹了，不跟他闹了。大人，你别。合适，老板。哎，哎，谢谢客官。笑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小时候穿开裆裤跟池衙内打架的样子，肯定也特威风。别生气嘛，他怎么还叫你小顾千帆呀？怪亲热的。他是我小时候的邻居。哦，他可是我们东京城出了名的泼皮无赖，你怎么会跟他打架吧？他蹴鞠玩不过我，骰子也玩不过我，恼羞成怒了呗。除了蛐蛐，你竟然还会蹴鞠骰子？我们可还没成亲，你要后悔啊，还来得及。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也很喜欢蹴鞠骰子。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下次咱们一起切磋好了。果然是和池衙内从小的交情。臭味相同。